教子勉励，人以子金满盈，我教子为易经。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灾以勉励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别人留给子孙很多钱，而我教子只希望他能精通经书。勤奋一定会获得功效，懒惰绝对没有益处，一定要警醒自勉。再读一遍，人以子金满盈，我教子为易经。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灾以勉励。